Judge Tam， 等等。One point down。好，现在为您呈现的这是一场68公斤级的超级战。在比赛开始前，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裁判张鑫，提示我们的边裁哈、吉祥被扣掉一分，超重。超重，因为他上个礼拜才刚打完比赛，这个伤也还没养好，那个也没那中降重，所以他就放弃了，扣分吧。这个是有原因的哈，但是我觉得一直以来吉祥对这个降重没有那么的严谨，他就好像觉得降重压力太大一样，能放弃则放弃，因为他出不了汗了，这体质的问题啊、有些运动员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哈。那这样的话，吉祥打这场比赛其实还是想赢，还是有挺大的压力，会比较辛苦一点，尤其他的身体可能也还没恢复，才刚打完上一场比赛。好，那话说这个路易斯帕索斯曾经来2016年跟杨卓打过，在那场比赛里面，其实他说他觉得不太服气，因为在户外打的下雨，天雨路滑，他没办法用腿法，只能用拳。他说想跟杨卓打一场比赛，可是杨卓最近比较忙，对，在办自己的俱乐部，办自己的俱乐部，也没空理他。今天由我们的吉祥来会会他了。刚才看起来我们的这个路易斯的拳非常的重，对，吉祥接下来也要参加搏击世界杯的争夺，是啊。那吉祥最近当了老板之后啊，其实他的一个工作量也更繁忙了，对啊，所以又有那么频繁的比赛，他会很辛苦。装就对方接腿嘛，想把吉祥摔下来，吉祥的后腿一直跳抗摔，然后紧紧的夹着他的这个腿，也实施不了接下来的动作。那上次比赛是在这个希腊站，吉祥跟对手打69公斤的，其实那时候他说对手在第二回合啊被他打到快崩溃了，但是呢差一点，那场比赛吉祥没有赢到对手，差一点。刚刚我们在这个讲希腊战的瞬间了，吉祥就打了一记好拳。吉祥眼睛出现了火花。现在话说啊，路易斯也曾经跟这个波球他们师徒打过，跟波球打完三回合，摇摇晃晃勉强撑完，然后对上了苏波邦，第一回合就被解决了。还有这个吉祥被接到腿。其实路易斯这一次啊有点小看吉祥，他说完全不用研究对手，我的生活就是吃饭睡觉训练，对手是谁他不管，他只是就是在场上碰到之后然后去做出应对就可以了，还挺自信的。对，反而吉祥比较谨慎一点，这次特别找我去把对手的视频拿给他看，我去研究了一下。我们再看这个第一回合那个关键的瞬间。那蔡老师有讲说吉祥找你去研究对手的视频，对，因为他下载不了啊。那他制定的什么样的战术呢？他没跟我讲，我也没问，保密啊。他的赵慧哲教练在我旁边看，看完他就我知道。他还特别说，那个跟波球跟苏波邦被打那场不用看，因为呢那场当沙包了，那看不了什么技术啊。那我给他看之前这个路易斯打泰拳的一些比赛啊，很早以前的，包括到现在的一些自由搏击，他都已经看过了。武林风联合腾讯新闻极速版为大家准备了10万现金红包，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支持你喜欢的选手，就可以领取喽。好，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。第二回合吉祥开始发威了。所以吉祥这个被接腿接太多次了，不要再中扫了啊！中扫是最容易被接的，一被接所有的攻势就中断了。对，所以你可以用低砍或高扫都行。吉祥的前手刺拳蛮够力的，两个换拳我最喜欢了。路易斯也开始发力了哈，这一回合这个节奏比上一回合要加快了很多。好，这个裁判处理一下。
骨头。破了，哦，他扔屁了。哎哎哎，比赛继续。哦，哇，这个开始蓝方路易斯的刺拳开始用甩的，也是在强调他的速度。其实那个选手刺拳用甩的时候啊，他就是在拳套里的拳头他是没有握紧的，他是很放松的。那相对的吉祥这时候的拳头是握紧的，比较硬一点。好，再拿到一次。不要不要啊，这一次真的强足了哦。不要再问。哎 ，OK， 我完全听懂了。因为鼻子啊，这个受伤很难呼吸的。对。吉祥今天把重拳打出来了。那其实吉祥有一个转身轻动的转身后摆腿，他上次在希腊没用，他说我留着以后才用。今天他可能还是藏起来不想用。对。好。哦，今天吉祥的拳好准啊！哦，那拳点都对啊，打得很漂亮。以今天吉祥这样的状态，打搏击世界杯啊，真的还蛮有看头的。哇，看来是为了搏击世界杯，也是做了很好的准备的。对，其实这些比赛对于吉祥来讲，我觉得都算是搏击世界杯的热身赛。而且他说，我如果世界杯拿到之后，我就要专心打70公斤级的，我就不用再降重了。不用降重了。搏击世界杯的抽签已经结束了，吉祥被抽到了 C 组的C 一，那么他将在9月28号，他的首战对阵的是来自泰国的达万猜。是啊，泰国最厉害的伦皮尼的高手。对，收腿，这个戏法。今天吉祥真的哈，很客气，把他的腿都藏起来了。推上，打了，找到腿。那吉祥的拳法的进步也要这个归功于他的教练啊，赵贵哲啊，这拳击专科的。就看来有了这个新的教练之后，吉祥的进步还是挺大的。对，你看这个一龙奥羽都是何志伟教的嘛。对。然后呢，这最近变化比较大是精英也是顺手找了一个拳击教练来教。哇，可是已经很难呼吸了，哎，有点晃哦。这个又是有了一个可以休息调整的时间了。又是 Seven Bad Day， 又是被铃声救了。对，河南卫视淘宝官方商城上线了，看武林风，打开手机淘宝搜索5个6，参与红蓝阵营竞猜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，帮你清空购物车，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。第三回合比赛，哇！好，这个蓝方路易斯，在一开局有恢复状态。不过吉祥也要特别当心哦。对。两人换了一下拳。吉祥要再冷静一点，再冷静一点。好，推开。哇 ，OK， 警告一警告吸一次。现在两个人在近身的较量。吉祥在找那个换拳的机会。哎，又换到一次啊！吉祥要的就是前手平勾的机会。所以在等机会的时候呢，吉祥是不会乱跑的。对，因为就是顶住对方的攻击再还一拳。其实不要看这个吉祥呆萌啊，这个脑袋也是拼命想一些招啊。就是不聪明的运动员是打不好比赛的，是不要被他外表呆萌的形象所蒙蔽了。有很多东西要去想的。对，
很多问题要去克服的。是的，又是一个防守球员，漂亮。这跳膝看起来虽然有点不是特别协调，但是呢有效果。对，再一次，这全场观众都沸腾了。来，双跑，动手，双跑，对，好，好，挂到了。哎呀，有点晃，有点晃了，有点晃了。对，再来，动手，双跑，再来一个高扫，肩高的，动手，动手，上手。还有，在最后的尾声呢，会不会把这个转身后摆腿给用出来呢？藏了三回合都还没用。吉祥要调整一下自己呼吸。对，后手上头啊，后手上头。因为不要跟对手一样，对手是因为鼻子被你打伤没办法呼吸啊。再来再来，刚刚的推板用出来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再挤一下气，对，吉祥看着这个体力有点下滑，现在要调整，把呼吸调整一下，调整。哎，连续两鞋，哎，两个身体打击啊，做得不错。哇，吉祥这场比赛的对这个勾腿的后的反击真的做得不错。好，速摔。今天吉祥凭着第二局的两次强补，哇，精彩的拿下比赛，对，大比分的获胜，毫无悬念了。